一句话总结一下这次的客栈之旅，值得一来。我觉得这次我跟大家一块玩还是挺开心的，然后彼此把心中想说的话替对方说出来。坐在靠窗的那边，窗外面是蓝天，但是你却上二组，上二组，我们是射手组啊，演上咋了？咋了？这下不可能了。